为了振兴地方经济，行销在地商圈，竹北市公所与地方商家合作，推出到特约店家消费满额就可以获得折价券以及抽奖的好康活动。奖项有 iPhone 11、50寸液晶萤幕、微波炉以及气泡水机等等20项丰富好礼，欢迎民众消费试手气，把大奖带回家。8月1号到9月15号是我们第一波的光明商圈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活动的开始，然后在这光明商圈的这一个8月1号到9月15号呢，我们推动了这个，你只要消费200，我们就送50的这个消费券，然后呢有第一波的摸彩活动，那这个摸彩活动呢，奖品也非常的丰富，有 iPhone 11，还有我们50寸的液晶电视等等的家电哈。那另外在这个9月16号到10月18号。的期间呢，我们也有第二波的这个消费券抵用的这个行销的方式哈。那另外在10月18，我们还会有第二波的摸彩行动。那么总共在这一次，我们有8000个名额，就是200块的这个消这个你消费200抵用50块的这个活动哈。那会8000个名额。那么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段期间，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能够来到竹北我们光明商圈来消费，来带动我们竹北的经济。我跟大家宣传一下哈，那个目前光明商圈的这个店家哈，有可能都打9折8折都有哈。那打个8折之后呢，各位再有8000个名额，再打75折哈，就是买200，哦消费200再赠送50元哈。那这个非常的这个合算哈。那也希望全国来的好朋友能够快点来我们光明商圈来消费。那光明商圈是一个全国具知名的这个各国料理哈，可以讲非常的这个美味可口哦。那大家可以来尝鲜。活动将在8月1号正式起跑，欢迎民众多多前往商圈、特约店家实体消费，一同提振后疫情时代的店家生意。竹北市长何干明表示，竹北地区各国美食应有尽有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品尝。凯播新竹简淑琪采访报道。